哎，我刚刚，这个游戏我觉得好，不朝这个方式啊，很多人。这个火出来，我应该抓起来。走到火里面。干，你这样不一样哎，但跟昨天那个，不用打住，还用这个机制，这等于是搞我自己。有看到回复，在回复我地方。好呗，先撤一下吧，反正遇到他们了。发生这个情况就这样子了，但之后第二阶怎么办？先试一下，这到底什么劲啊？哎哎，没有没有。会触发吧？哦，这就是救命毫毛的能力吗？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而且我还回火，还以为这个是，但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，好扯、哦。Ah!
间。我换招了，那是我的最终大绝。我是按错还没刚开始而已，然后这个阶段的这个阶段的大胜让我有一种更绝望的感觉。变巧虎了，欸，在对手中不是速度超快，按错啊！但巧虎完全打不中，欸，他这个巧虎，去吧，你就安息吧，大圣。
他应该不会不行，他应该不会不行。哦，看第一次看到这一段真的是会哭哎。没事没事。哇，这个人真的很有武德哎，比二郎神有武德多了。火圈，先喝。结束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结束！有吗？哎，我那个毫毛怎么那么重要啊？啊，原来那个毫毛是在第二阶段第二周目之后要用的。嗯。啊，破台了，破台了！睡觉，睡觉，睡觉！哦，怎么这么突然？哦，我还想说要戳中跟他玩。哦，再看一次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哦，来，我们来看故事了，看故事了，看故事了。这边会有六颗，一颗而已。第二次打了他，我的脑袋还是在转。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，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封了斗战胜佛，从此留在了灵山。也有人说，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西行路上。还有人说，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但我要讲的故事，你们一定没有听过。一四二，二十，三十一次，两只，好恶心，真的好恶心。
成了佛又如何？那道箍一直都在你头上。张开你的口眼，我这就摘下来给你看。孙悟空，汝因大闹天宫，无意甚深法力压在五行山下，幸天灾满足，归于世教，且习汝隐恶扬善，在途中炼魔降怪有功，全忠全实，加升大执正果，汝为斗战胜佛。那厮触犯了上天，玉帝立此三誓，只等击闲了米尽、高田的面尽、灯寮断锁挺，那方才该下雨嘞。饮了这杯，我们一起打上凌霄宝殿。